下面就是说它电线电缆去的试验体，它根据国际评测标准制作，比如说 IEC 60245-1，下面我们开始。 这是一个测试和调试选择按钮，这是一个线性的选择，三线、双线和四线。这四个表是一个四线的电流表 ，A、B、C、N， 这是一个三线电压表，这是一个调速。 我们调试的时候，按启动，调节它的速度，调节好速度以后。 选择试验的线性，我们做试型的时候，把它回到最下面。这里一个电流调节的启动按钮，这是一个启动电机的。我们开始试验安装。 把这三条调成水平，可以调节这三个，把它调成一个水平。这是一个挂阀膜的间距。 这边也一样，哇，好慢。
是一个定位工具。在这边的时候，离那个团队远的时候，我们夹在离这块板50毫米高度。然后把线接在桩子上，这边这个夹具夹在它和底带接触，底片接触，这边线和那边不同，同样的颜色接在相同的桩子上 ABC N 线。安装完以后我们按电流启动，再启动，然后调节电压，调节到380，根据标准要求，不同的线径调节不同的电流。然后将这一个拨至测试，这里拨到实心，这里按复位设置的话，按左键可以上下调节。设置完成后按设置，然后按启动。